大人，嗯，向你申请一下，我去钓鱼。申请说是说申请，每天都是出去拿着鱼竿出去一半天半天才回来，空手回来。你是出去干嘛的？是钓鱼吗？是钓鱼啊，不然钓人啊。那谁知道？那钓鱼正好钓回来哈，今天家里正好没菜哈。100%暴富啊！你说的哈，嗯，等着你的菜哈，嗯，拜拜。你确定？没有鱼，有可能有鱼，有可能没有鱼。啊，不行不行，等我换鞋。干嘛你也要去啊？我也要去。我是监督一下你。你是不信任老公还是干嘛？你每次出去都是空手回来，早上午出去晚上才回来，鬼知道去干嘛了，鱼没有回来。啊，走，我带你去钓鱼，走。干主力。哈哈哈哈哈。马上就。你干嘛？尽量包一点。完了，你儿子也要去。我们不去，但是我们不去。好累啊！快点，马上到。你带我去哪里啊？一个野塘，好多鱼。早上我就不来了。走，马上到了，快点。你确定这里是野塘？真是野塘。是不？你不要别的那塘，你这是偷哈！不要带我去吃，请你去吃一下奥两饭，请你喝个茶哈。我这。不会钓鱼的人，我都感觉不像野塘哈。这个半个野塘啊，半个野塘，这是宜家的村上的一个塘，然后没人管，知道吧？村里面的塘，好多年前丢了一些鱼苗在里面，没人管了。啊，这个塘在我们隔壁镇啊，开钓，钓拉饵，就这样子。嗯。这个塘比较深哦，涨起水来将近5到6米深，现在都有3米多深。这么深啊？嗯。你带少了杆子，应该带个杆子给我钓的。然后给你感觉一下啊。这边风景还是挺好的。可以吧？这里好多小鱼，我的虾。哎，对，真的看到没有？这个蜜蜂，再来一只蜜蜂。那么一条啥鱼？哇！咦，我这是啥鱼啊？草鱼吗？我是不认识哦。草鱼。呀，可以。那么小的草鱼。可以了，钓到的不是空军，我都怕你是空军。太小了。挣扎。太小了。哦吼吼。今天钓大板鲫，上货，跑掉了。鲫鱼呀，大板鲫这么大，这是我的目标鱼啊，钓几条回家吃。可以。哎，别怕，别怕，不要挣扎。啊，这么大的大板鲫啊，大吧？可以，手掌这么大。还好不是空军。跳过，不要再动。哦，啥鱼啊？鲫鱼，大板鲫啊，又一条鲫鱼，这么大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再给我拉一下。嗯，可以。但我拉的会不会掉了？掉了就掉了呗。可以吧？可以。漂亮吧？可以。哎呦，至于吗你？等会拉一下，给你找一下手感。到拉一下它跑掉怎么办？跑了你亲我一下，好吧？不要，你刚亲的鱼。现在估计有一群鲫鱼来了。等我。下雨了，赶紧回家。这个地方啊，很偏的。啊，然后又没带雨伞过来，撤。等我这个雨下大了，那真的是淋回家。走，赶紧走。那条草鱼要放掉，草鱼太小了。这两条大板鲫带回家。现在回家了。下雨了，哎，走回家，赶紧，等我下雨了。热天来这里很危险。嗯。走回家。这个热天啊，有长虫。嗯。